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幽灵。今天咱们继续来玩植物大战僵尸的全屏大招。本期被选中的植物是菜问、激光豆、闪电芦苇、倭瓜，还有星星果。那么下面我们就去欣赏一下它们各自的战斗效果吧。好的，这期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